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同大家开箱嘅就系呢个阿林吉风华雪里面嘅雪啦。咁呢只公仔咧，参考售价就系14,080 yen日元，就连埋税。咁比例咧就系1:7啦，全高连埋台座咧就系115mm。咁就喺2021年5月就发售嘅。咁今次咧第一次开箱 PVC， 希望大家会中意啦。盒入面底部咧，咁有张说明书俾你参考嘅。公仔咧系由一个塑胶圆盘去装住嘅，咁个圆盘咧可以就咁拎出嚟，咁呢个设计咧都相当之得意。咁我哋先睇咗台座先，台座咧就系用毛绒嘅质料嘅，咁喺 PVC 嚟讲都好常见。公仔嘅配件唔多，只有一个嘅腰领。公仔大致上分上下半身两部分，咁下半身咧透明裙同埋紫色嘅裙咧都系可以拎出嚟嘅。公仔上半身嘅衫咧系可以除出嚟嘅，咁不过涉及露点嘅成分，咁所以咧就唔影个公仔啦。咁除咗件衫落嚟之后咧，就可以替换一个系冇衫版嘅腰领。而公仔嘅面上咧亦都做得唔错啦，表情亦都好到位。咁头发上嘅装饰咧，亦都做得好仔细嘅，冇马虎度。手指甲咧，亦都冇油出界。咁呢度都见到啦，身体嘅比例咧，做得相当之完美。咁之后就到下半身啦。下半身咧透明裙上面嘅花纹咧做得相当之靓啦，咁亦都冇马虎。咁入面紫色裙嘅折痕咧，亦都有还原度出嚟嘅，咁呢一点佢都冇偷懒到。而双腿嘅吊带丝袜折痕，同埋坐喺度大髀里面啲肉嘅折痕咧，佢都有整到出嚟。而唯一一点可惜嘅就系公仔咧，一定要安装一个腰领落去，因为如果唔装上腰领嘅话咧，公仔会露出一条好大嘅折合痕迹喺度。咁呢个公仔咧，我系相当之满意嘅。虽然佢要放腰领呢一点嘅问题咧，我觉得有啲可惜，但呢只公仔咧，无论系喺表情、姿势、身材、细节位等等呢几方面咧，都系做得相当之好嘅。咁 PVC 嘅售价咧，多数都系比较偏高嘅，咁我就唔刻意去讨论佢贵定平啦。个人觉得咧，呢只公仔系对得住佢嘅售价嘅。咁今次咧，第一条 PVC 嘅开箱影片咧，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条影片嘅话咧，记得订阅、赞好同埋 share 我啲贴片出去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